上学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兄弟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叔叔阿姨好。叔叔好，阿姨好。我叫小汤圆。我叫小汤圆。你自己说嘛，要我教你说。小亮亮又白嘛？你吞血，血不吞。地里面有蚊子，你不要进来。看我们家的豆角，长得这么好，我又可以当土匪婆了，把菜通通搬到娘家去。都老了，你不要下来，下面有蚊子。蚊子咬人很厉害的。哎，我这边怎么咬我也咬了。这个熟了没有呢？没熟。但是有那么大一个了呀。哎，两个品种里面，你看，还有一个这个，我们橱窗里卖了两个。嗯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咬了，好痛啊！你看这手红了，火辣辣那种。这里，还有这里，就好像有东西烧了。火辣火辣！哇，这豆角现在长豆角长得正旺的时候，你们看一下，好漂亮啊！这下我婆婆不会说我摘的嫩吧？这么肥的。其实这个豆角种上五六颗，它结满了这样子不完，一颗都可以摘好的豆角。干什么呀？啊？你在吃什么呀？啊？我们的玉米好像可以吃了。真的耶，看，可以吃了，这是那个糯玉米。啊，嗯，好饱满嘞。那几个玉米先炒玉米吃。妈妈摘玉米给你吃啊！啊，要不要玉米啊？摘一个玉米给你吃啊，甜甜的玉米啊！这么多玉米，
耶，这青瓜好像都老过头了。老黄瓜烂了好几个在底下，一下长太快了，吃不完，全部烂了。这些青菜要么就不长，一长都是一个时间，就一个时间段同时长，所以根本吃不完。这么多豆角，哇！玉米我们自己吃啊，我们吃，然后豆角我们拿进城去啊。蒸的吃吧，啊，直接这样蒸的吃吧，不用剥壳，就这样蒸的吃，剥一层稍微绿的壳，留里面嫩的壳在里面，这样子很嫩的。最嫩的第一批玉米，我给奶奶看，等奶奶看到说我要说我，可能会说我摘太嫩了。我开一个全部分给你看，你看的，奶奶真的来，奶奶我见那么小呢，你就说，奶奶小了啊，无所谓，你。你来，快点拿来蒸玉米吃了，我们要。你要吃大个还是小个？要大个。那你要吃几个呢？我要两个。你要两个还是三个还是一个啊？两个。买回来咸了。三个呢？三。你叫个咸来啊？当。是，咱那都玩煮的呀。嗯。来。要不要？你也来。